老陈，表哥太吧，我这头都见了血了，够诚意的了吧？杨总啊，你那一板砖比起邝老板差得远哦。是，我知道你们是有这个实力去拿那个总代理。 我实话跟你们讲，我唯一的筹码就是这个进货渠道。我给了你们，你们再过河拆桥，我怎么办？小静，把合同给他。陈老板，快去快去！你先看看这份合同。这是我们跟常州所签的一份80台计算机的合同。80台计算机啊！ 算一单大生意吧，但我们邝哥说了，这单生意我们不做，全部转让给你。这里面包含我们所有赚的利润，不抽一分佣金，全部转让给你，算是我们给你的见面礼。你要是愿意呢，来，这两份合同签上字就行了。 高老板，这笔可是赚的不少哦。我们坚信，只要我们和你老陈合作，打通香港的渠道，拿下 ATG 的总代理，这80台电脑算什么？简直就是芝麻和西瓜的关系。这份合同，只是我们略表一下诚意而已。那如果你跟香港那边那个总代谈不下来？ 这合同拿不下来也没关系，这份合同照签，我们绝不反悔。爽快！我们都已经把诚意表到这儿了，如果你还是死咬着那个进货渠道不放，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？再拍砖，就轮到你了。最后一个问题哦。 我们之间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份合同？这是当然了，我们是正规的公司，正当的买卖，我们怎么可能跟你闹着玩呢？合作愉快。哎，友情提示啊，香港那边那个林志不好对付的。 我之前是有跟他讲过，想拿到广东的一个代理，他没有同意。跟他谈，不是用板砖就能谈下来的。那还能比你更难谈啊？来，干杯！合作愉快！合作愉快！合作愉快！什么重要消息啊？邝明仇和江城去广州搞计算机去了。 他们准备拿下一个国外品牌的全国总代理。哦，我分析啊，他们公司做机房，现在在这边已经打开名声了。嗯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愁没有生意做，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，怎么解决货源？因为做机房的单位订单越多，他们所需要的货源量就越大。不是，我让你找邹所长打听的消息，你打听了没有？ 是柯伟的那500台计算机的消息确切吗？确切，所长说了，谁能拿下500台计算机，这个项目就给谁。他是这么说的，啊，哦，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就好办了。哦呦，我们作为科技公司啊。 现在的主要矛盾应该是什么？你回答我。最主要的矛盾，订单吧。如果没有订单，那么公司也进行不下去啊。不对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现在国家还不能生产自己的计算机，所有的计算机都要从国外进口。那么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，那就是货源。 如果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生产出自己的计算机来，到了那时候，我们的主要矛盾那就是品牌。
品牌？周总，你想问题啊，还真是挺深入的，是不是啊？以我对邝明筹的了解，这点他应该也想到了。嗯，要不然他跟江城去广州干嘛呀？对呀，他们这趟去肯定就是为了打通供货渠道的。又你小子啊！我脑子活络了，你脑子也活络了啊？对不对？不过啊，谁先要走到前头，那也难说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快，要尽快的找到邹所长。找所长干嘛？我们是研究所下属的公司，一切要走组织流程。这拿全国总代理还要走组织流程？对呀。我会马上给上级打一个申请报告。嗯，这样吧，你得准备一下，弄不好这几天你可能得跑一趟香港。陈秀广不会是在耍花活吧？这个人真的是他的进货渠道？没问题，这事我们都查过了。其实呢，特别简单，就是商业部在很早以前啊，在香港成立了一批贸易公司，由香港的本地人来打理。这些公司呢，是在香港注册的商业公司，但同时又是我们国家的国有公司。这些公司的商品从国外到国内不算进口，不需要批文，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来结算。哟，这人这么神呢？嗯，到底是个什么人？这个人呢，叫林志。公司啊，在香港新建，是美国 ATG 电脑公司在亚洲的总代理。我已经给平都打过电话了，经朋友核实，这个消息真实可信。香港？对啊，还得去趟香港啊。嗯。老陈啊，一直想拿下 ATG 的大陆总代理，可我没有给他。知道为什么吗？那究竟为什么？嗯，这么说吧，商有商道，老陈的能力再强，他没有背景，跟他做生意，我心里能踏实吗？所以啊，林总，您看，您需要的是背景，那我们有的就是背景。计算机所背后是国家，我们背靠国家，那和我们合作岂不是最踏实了？就因为这一点，我跟你们做生意，我才心里踏实吗？那我们什么时候签合同？下周，下周我亲自去趟平都，咱们在平都签合同。好。